先说你去几瓶，你可以去前面一点瓶啊。哦，8瓶好了。马上掉。好，过去。哎，好了，我靠，读我吧。放下，开英雄回血。等一下，再来继续。好，来吧。你进去，我先把。开爆杀。好，我把战地的。有路吗？有啊，照一下我的地址。啊，没无视96，13266。他那个300%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然后更新 Twitch 设定，关系。好了，跟我讲。啊，关就进吧。好。来喽！我还要看动画。有啊，等下过场也要看哦。开爆发吧！我还没好，我现在黑了。是啊。他在哪里？这里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。喂，那个剑，啊，冲了是不是？冲了不会死，好像还可以。往右边，小心。好，哎、欸，我怎么一层？好，没关系啊。反正你有看到祭坛在解就好。那个会死。对啊，那个会死。哎、欸。啊，那个好久、哦，那个可以左右动，啊、你可以左右动。哦，好、哦，我在那边，这小心哦。好，你解吧。解。好，不错。他在那边，可以这边有监狱。嗯。哎、欸，刚有看是什么时候绑？打普通了，没有，这是放炸弹。哇，哇，那个剑一直打我。好，我打普通剑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我都看不到那个剑在哪里啊？监狱。好，他那个。药房被打死。好，就他在那边。反正你就尽量离他远一点。哎、欸，那个。然后能解的就解。哦。没关系啊，其实第一阶，第一阶被打还好，还应该往右边的，好像可以绑哎、欸，你的爆发好了吗？还没，一分钟。先、欸、没关系啊，我喷完就没伤害了，我等下先绑好了。我在40秒哎，好了，关等你。他怎么又不见？你就专心解祭坛就好了，反正。哦，那个是绑的呢。哦，对吼，我有那个都忘记了，哇。好，谢谢。很
好。他在我这边。他要吐那个。换我爆发还有50秒。你的爆发是3分钟吧？哇，那个太硬。好啦，我等我的好。刚应该直接绑的啦，反正我们两个一定会重合。对啊，你的。好，那也可以哦。等他下来我就绑哦。好，这绑其实好，不然我来绑。好啊，你绑。哇，对啊，你看很多东西都限制输出，所以能绑就绑。看又不能打了，好绑吧。哎，有啦有啦！哇，我按到绑了，怪蛋。没关系啊。对啊，刚不该等的。好啊好啊。对啊，不用等你爆发好啊，我爆发才是主要。你看，其实浪费很多时间。啊，哎，我刚怎么停的？这边有地盘，你先点一下。这个火车我觉得中间很难打。哇靠！我喷掉了。还要重合。哦，糟糕！哇，那边都是那个，没办法。跑错边嘞！你怎么跑到左边？还要跑了。解吧，我先解。哦，他刚竟然意外的不动，刚好打一套。还要投吗？我要投。哇！怎么了？好爽！绑好就绑吧。他在哪？我绑还没好。小心！好。
而且他说那个我觉得有点麻烦，那个躲不好的。哇，好想解了。我绑好了，要啦，我爆发也都好了。爆发其实打到快30%，因为他30%不是 DS。怎样？他讲什么？他说不知道在讲，没关系的。嘿，你现在可以绑了，32%可以绑了吧？好啊，绑。怎样？要绑吗？绑啊。要绑吗？绑啊绑！你觉得吧？要绑吗？绑绑！哇！绑吗？他已经过爆场。你听不到我声音是不是？我刚刚听不到啊。好，不用了，等下。哇！爆发开。好了，等下一进去就直接绑。绑了吗？绑了。好啊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绑掉。啊，你在这边？为什么我不能绑？我绑，我绑，我绑。哇，还有零四个。哎、欸，干！为什么到一半又没了、啊？奇怪、欸。没关系啊，他这边说冲吗？我看不到，不是，他是在放那个球。你等下解一下吧。好。哇哇，他冲了，看不到哎、欸。第二关才是重头戏。我打了，他要冲了是不是？好，我解了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我放上那个蛋。你要不要？我下面怎么解？你要补天堂吗？哇，你刚把它解掉了，刚解，忘记了，害我死掉了，忘记，我刚刚也死掉了。靠！干，你是按到 T 是怎样？他要冲了，他要冲了！哇，哇，真刺哦！怎样？你刚解这个刺？他要冲，他要冲！去解啊！要不要打？不见了，要不要去绑一波？好啊，绑啊！绑了。要冲，要冲！
大概1700嘛。在左边。我他要他要放一个球。你要不？这边有吗？你要左右啊，要输出。怎么那么难解啊？左右是怎样？解不掉哎、欸？为什么啊？我一直按嘞、欸，它左右解不掉 是怎样？为什么它左右解不掉啊？我也觉得。感应不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等到了，等到了，先给我解，好，刚是17分嘛，这个下来我就绑哦。你有空可以去解一下。那个有点逻辑，你绑了吗？绑了。哎、欸，你去把球引开。啊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！8.8%，哇，这样也会被撞到哦。球一直直，他要放那个是不是？没有，他要放什么？上面那什么世界树暴走前是怎样？好了，解一下。放还多久？放好了，待在20秒，才好。哇，他那个也太远了吧！这解不掉啊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解掉了。不是我放了掉。好啊，这是可以杀的。绑吧，杀了。好，我把球引开。好，解顺便解祭坛。哇，是怎样？一直过去又回来耶！好好的，0.6，0.4，这边有气场，你要解0.1，哦。可恶！刚是我。哦，可恶！最后想跳上去打他，结果掉下来一堆球在下面等我。不错哦。好，乱跳吧，看。我刚上去要打，还好啦。其实我们死掉次数还蛮多，可是那个左右好难解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关系，那个可以尬掉，我等一下就尬。等一下我换一个。我们第一阶打了9分钟。哦，还行啊。好，我一定要把这次都换，我不要把它。我还吃那个工会的，不是战地的。
掉宝。等一下。160%。我换。好，我换。我掉宝多少？50%。是哦，好啊。好，来喽。来啊。我两个，三个。对啊，好像。他有 ESP 加倍。哎，硬币是好像是个别的，你可以捡吗？你先捡完了。我捡完了硬币。哦，所以是每个人都有，还不错。VIP 的那个、啊。好啊，那个是交换券啦，就是点开才会那个。好，不错，还可以啦，我觉得我再变强一点。对啊。三个，我也三个。满好像我上次满掉宝也是三个，然后我上次冰雷忘记带掉宝，只有掉一个，所以还是要带掉。哎、嗯，对啦，两个人比较好，这样等于六个那个硬币。对啊，两个硬币就一个航海装了。哇，你冰雷可以跟我，你看嘞，哎、欸，那个可以放的太简单了。可以啊。可是你要解得开，像我刚刚就被。左右都解不开，你解得开哦？没有，我也没有解开。哦，所以你是在绑之前就开尬的、哦？不是绑完啊、哦，其实我那个尬的时间很长，其实可哦，绑完之后就是有个白光，你可以应该好啊，你下次就用那个好啦，等一下等他们上去来打四王好了，我冰雷还没打混四啊。哎、欸，其实好像还好、欸。对啊，你有录到吗？有啊有。好，我先关实况。不是，